所有合资格的人士现在可以在21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拿即日抽接种新冠疫苗。只要中心有剩余名额，市民可以不用预约即场接种。即日抽9月和10月由朝早7:45开始派发。11月起就在中心开放前15分钟开始派发。市民需带同身份证去中心攞筹，如委托家人代领，就要出示接种人的身份证副本。另外，市民亦可以在医管局指定普通科门诊诊所、私家诊所和地区康健中心打针。为方便老友记，长者健康中心会为会员提供到诊当日打针服务。外展队亦会在商场、屋邨和地区举办讲座，和安排即场打针。疫情下，长者是最高危组别，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最有效的方法。老友记，不要再等，快啲去就近嘅地方打针啦！